蝇刺身。东蝇刺身此菜是广东生食类海鲜菜肴之一。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有北极贝、海鲈鱼一条、三文鱼、配以的辅料有柠檬、冰、万字牌酱油、绿芥末。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。海鲈鱼宰杀后洗净，从头至尾沿着脊骨划开，取出鱼肉，去掉软边，将海鲈鱼骨、头和尾等装入铺好碎冰及点缀好的盘中。海鲈鱼肉去皮，去鱼红，片成片儿，码入盘中。把北极贝片开，去掉贝根儿，放入冰水中洗净，码入盘中。三文鱼顶刀切片儿，也码入盘中。把鲜柠檬洗净，切成橘子块，刻上花刀，然后码放在盘中其他原料上。
这道菜上席时随带万字酱油、绿芥末一起上席。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，原料要选用新鲜无污染的原料。东瀛刺身这道菜的特点是色彩艳丽、原汁原味，鲜香味美。